那你要我如何？要我以死谢罪吗？谋逆之心，其罪当诛。 荣将一生无妻无子，这一辈子用尽心力，就是将你拉扯养大。我教你读书，我教你占星，纵然这5年，我也没有一刻的放弃。现在，你居然想让我死！ 一个女人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跟我反目成仇，她烧了占星馆，烧了星图啊！烧了占星馆还不是因为你吗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觉得？ 我不会忏悔，对这种人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。是他，让你我离心，是他毁了一切啊！你要是想杀了我，那就杀吧。小叔，我说过，你是我很重要的人。 我一直当你是我的父亲，其罪当诛，其罪当诛。这何尝不是诛了我的心？殃恨难报，要我送你去死，我做不到。假装这些罪都没有发生。 我也做不到。你做了占星馆，20几年的代馆主，殚精竭虑，事事躬亲，我尊你，敬你，也没有想到会在有一天，要以真正继承人的名义。 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荣大人，也不再是占星馆的术士。我会送你离开这里。今日这一面，便是我们术士的永别。永别？你我情同父子。所谓父债子偿，你亏欠贺家，亏欠所有被你伤害、杀死过的那些人。 这些亏欠，该由我来承担。而我作为占星馆第9代真正的当家人，未能阻止占星馆误入歧途，使占星卜卦术用在合纵连横、嫁祸忠臣良将上，是我失职。
我罪也当诛。玉儿，玉儿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要干什么？将占星馆引回正途，将一切还原正轨。等到海晏和清，剩下的就由我自强谢罪。 哎，这想办法，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，更好。少管主来了。 摄政王，啊，刚刚本王收到消息，听说你已经重伤痊愈，而且连旧疾都已经好了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的确是好了。
詹星官一夜之间换了主人，却是为何？荣大人呢？他现在人在哪儿啊？小叔突发恶疾，已经启程，前往外地休养。我病已痊愈，也就接任了馆主一职。恶疾？正是如此。哼，你这刚醒过来，荣大人便身患恶疾，这也未免太巧了吧？ 我看事实是，你将他暗中赶出京城，才更为可信吧。摄政王何出此言？因为没有荣大人，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给贺家的那位遗女撑腰了。昨夜。没什么，以后还要请荣馆主多多关照。不敢当。过去荣誉病时的至言至语，也请摄政王不要放在心上。这个，自然。不过刚刚既然已经说起内子，我已经找到证据，表明詹星馆失火与他无关。既然无关，也就谈不上撑腰。现在正准备。 去刑部要人？是。摄政王，您这是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荒谬。荣誉也觉得内子会烧占星馆的言论很是荒谬。当然。 若是摄政王愿意一同前往，荣誉更是感激不尽。人你救走了，还去刑部要人，还跟我这儿装疯卖傻的，去刑部。是。摄政王。 出事了！摄政王，您派去昌邺的人都被劫杀了。啊！ 你因为摘星馆被抓走的事情已经解决，那些对你用私刑想要杀你的刑部蛀虫，也有了该有的惩罚。以后都没事了。不过所有人都以为你死了，现在虽然不是最好的时机回来，但也无妨。只是需要去趟刑部。你全好了。 你的手怎么缠了这么厚的纱布？只是看起来严重，其实没什么。占星馆没有别的人受伤了吧？嗯。
只有你一个，只有你一个人这么傻。为了我不知道，一会儿还需要你去趟刑部，那边姓商人的大人是我的旧识。那天你躺在床上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我只要一闭上眼就能想到这个。后来我又见到你了，我以为那是梦。等我在医馆醒来，只有展平。他跟我说：“你要我等，等他们都受到惩罚，等我的伤好全。”但是我忍不住，我想知道那个梦它是不是真的。有没有人受到惩罚？我的伤有没有好全？这有什么重要的呢？还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去看星星，我许的第一个愿，希望我的夫君一辈子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，做一个活到100岁的老妖怪。但是现在想起来，你一生所有的不平淡，好像都是因为我。我想好了，等你好了。我有很多事要跟你坦白，但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，放下了很多事。只要你好好的，别的都不重要。你说你喜欢看星星，那我就陪你看一辈子的星星。你觉得占星馆最重要，那我们就一起重建它，用余生来守护它。你唯一的亲人，我注定就没办法和他成为亲人。但我还是希望你有人疼，有人爱。你好像忘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我与你已经和离，寿宴那晚，我们其实就再也没有关系了。
事已至此，不能再拖累你了。你可以回许南了，之后你再帮我带最后一封信给师兄。我们不一起吗？许南是你的家，这儿才是我的家。 帮我跟师兄说一句，对不起，九灵。 你怎么这样就来了？快回去吧，皇上。快坐下。都出来了，还回去呢。可是，就是因为事事求稳妥，差点没见到你最后一面。那个时候就后悔了，觉得我这个皇帝啊，当得太窝囊了。所以现在怎么说，我都想来见你一面。 你也太任性了，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都收成这样了，哪里能叫好？我说过，我可是个有福气的人，这点小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快把药喝了。你就是有福气，要不然占星馆也不会这么快就倒了。至宝没了。 荣将病了，刑部里他那几个心腹，也趁你这次入狱又失踪的事儿，除了，我们离想要的目标越来越近了。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亲自来看看你的原因。 好生养身体，其余的事儿先别管了。在你的保护下成长了这么久，剩下的事儿就该由我来做了。我要带我姐一起走。你待了这么久，为了要见我，就是为这？不然呢？本以为。 你会代表你们嘉陵撕毁我们寻南的盟约，哼！看来嘉陵的男儿为了重要的人，能做的也不过如此。任一笑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敢问世子。 你有什么理由带走公主吗？嫁到我们寻南王室，就是我们寻南人，病了给治，死了给埋，荣宠一世，有什么不妥吗？有什么不妥？我姐为何病成这样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啊！你笑什么？人不是我欺负的，你该找对的人去纠缠。带世子下去吧。你们谁敢碰我？ 带走！是，你们谁敢碰我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任一笑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黑心烂肺，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人对你真心相待的。放开我！又有新的任务要做了吗？ 他就是来看看我，让我好好养伤。那就好，你现在的状态再去做什么事，一定会出问题的。你那边肩膀怎么样？九灵，九灵。
对不起，我走神了。我看你别住我这儿了，还是回荣府吧。可我并不喜欢荣府。可是你喜欢那个人啊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喜欢一个人要隐藏起来。我们那边的人不一样，喜欢一个人要大胆承认，大胆去追。现在宫中有皇上撑着，你为什么不去试试重新抓住荣公子呢？我做了这么多对不起他的事，又有什么资格跟他说喜欢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对不起，所以才要弥补他呀。现在他病好了，又想起以前的事，以为你还是以前的你，你讨厌他，想要悔婚，是逼不得已才有的婚事，所以他才要离开你。写下和离书也是为烈后，你行为反常，他心里难过才下定了决心。荣公子所做的一切，处处都是为了你啊。阿檀，真的分不清，如果他又变回那个光风霁月的摘星公子，不再需要我顾他护他，可他荣誉要是还爱着我，就算是跋山涉水，披荆斩棘，我也都会陪在他身边。可他现在就连看到我都很痛苦，他看我的眼神，阿檀，我想静一静。王爷，怎么回事？这两个人是混入府内的奸细，他们到王爷书房翻找东西时被我等发现，现已被斩杀。他们两个身上还发现了兵符。兵符？是。这两个人什么时候入府的？上个月，围猎之前。我最近是太仁慈了，让那个小东西觉得他翅膀硬了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了。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承认，大胆去追。我做了这么多对不起他的事，又有什么资格跟他说喜欢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对不起，所以才要弥补他呀。他以为你还是以前的你，你讨厌他，想要悔婚，是逼不得已有的婚事，所以他才要离开你的。这占星馆大火后，这么快就修好了？这星图怕是没救了。至于这外物，摘星公子病愈出山，召集了各地匠人帮修占星馆，自然修缮得快。哦，欢迎两位。道友，今天真的是馆主亲自授学吗？没错，这可是占星馆头一次对外授学，意在广纳名士，重振占星馆。二位可要好好的把握这次机会啊。能把握住机会当然是好，这占星馆独门独家的秘术，我们能学到一些皮毛，那也很知足了。里边请。我还听说啊，这馆主之前几次遭逢大险都逢凶化吉，是个名不虚传的小神仙。是吗？啊，走走走，我们赶快进去。两位请。哎，好。哎，少馆主，你以后是不是不能抚琴了？是馆主。哦。古有九尺行师，独臂武将。强大的人，不会被身体所限制，只要想抚琴，自然就可以。那会留疤吗？外在的美丑，最不重要。少馆主，我还是喜欢你好看的样子。是馆主。哦。宋小宝，你父亲。
我爹说少馆主那天救人超勇敢的。是馆主，馆主，馆主。哦，一时之间还是觉得荣大人在。爹说占星馆最大的依仗没了，荣大人又走了，基本上就完蛋了。馆主，我们占星馆是不是真的要毁了呀？不会的。这边请。海纳百川，只要传承在，占星馆就永远都在。承蒙诸位信任，来听占星馆的观星卜卦课，荣誉感到十分荣幸。众所周知，我占星馆的独门秘籍从未传于外人。然而闭门造车，无益于进步，也无益于占星馆的发展。为了能让这门技法得到更好的传承，这次我想破了规矩，将它公开出去，就当是抛砖引玉了。在座的诸位，不论来自哪里，不论师从什么流派，都欢迎各位拿出自己的所学，与大家一同交流切磋。青龙七宿，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。舅舅，这是何意？上午的授奖就到这里，诸位有什么不解的，可以直接提出来。我想知道，占卜之人无法预测自己的祸福，这是不是真的？这我等是怎么知道？公子，是少夫人，她不是送程璧回家了吗？她怎么突然来这了？的确如此。不对，别的不可预测也就罢了，但有一项一定可以预测，那就是姻缘。姻缘也帮我补一卦，让大家都开开眼。何姑娘想补什么？自然是姻缘了。一个人成不了姻缘，这是两个人的事。既然算卦之人看不出自己的姻缘，那看看另一个人的便可。馆主大人说的天干地支、天宫星盘，这个不好懂，可不可以以你自己为例算一卦姻缘凶吉？哎，小姑娘，哎，你明明知道馆主已经成婚，还故意要这么问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就是啊，就是啊，从一个人的身上看另一个人的姻缘，那不准，否则成亲前那和双方的八字干什么呀？对不对啊？就是，是啊。哎呀，还是我有馆主夫人的生辰，可不可以请馆主大人替二人算上一卦？真是执迷不悟啊，根本就不提算不准，谁会说自己的姻缘不好啊？是不是？就是啊，谁会说呀？对。馆主大人不愿，那么我来算一算。你来算，馆主夫人的情路很是坎坷，前半生做了很多错事，好几次与命定之人擦肩而过，好在柳暗花明，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那个人身边，二人最终顺顺遂遂，直到最后得一人共白首，真是美满啊。从这个生辰来看，馆主与夫人是天作之合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算得用你说吗？算完了。算完了，兴许是如此。
不过，这应该是他和另外一个人的故事了。我与夫人已经在不久前和离。啊，和离！所以如今，我不在他的姻缘线上，也并不是那个所谓的命定之人。转千里，远方，夜半琴声，月自杀，酒盏几度难相忘。提笔相思成行，宿命喧嚣于纸上，最烈的酒最难忘，情到深处不可逃。回眸，回眸，有你，有你守候。岁月可曾回首，几度悲欢离合。思念落地成霜，化作灿烂星河。你悄悄地转身，轻手合上一远侧。笑问君，夜人间，星星几颗。